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祝福你，还是说今天，天天不只是一个很空泛的名词，是每一天你可以这样的真实，这一位神成为你的祝福，成为你的恩典，成为你的爱。而这位神是谁呢？耶稣是谁呢？我要用两天的时间跟你分享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的生平介绍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迹，就是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。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过说，圣经里面有4卷书，一个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4卷书都是同一个主题，耶稣生平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耶稣，有的比较侧重这些，有的比较侧重那里。但是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，只有一个神迹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4卷书通通都记载到的。可见这一个神迹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5饼2鱼喂饱5000人。5000人是多大的一个数字，耶稣却能够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这所有的人，这当然是一个神的作为。但是我要和你看的还不是我们来研究 这个神迹怎么发生的，我还是说他会做成是因为他是神吗？如果是一个人，我们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。但是如果神能够做到的每一件事情，你我也都能做到，那为什么他是神，不是我是神，你是神呢？我既然认定他是神，我就必须承认他能做的是我不能做的。因此我们不是来讨论5饼2鱼到底怎么喂饱5000人的，可是我要和你分享说，当耶稣在一个旷野那里讲到，5000人在那里听到，其实5000人是男丁啊，如果加上女人小孩，恐怕是几万人在那里。但是上万的人在那个地方来听他讲到的那个过程当中，时候到了，没有饭吃怎么办？门徒把一个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跟他们讲说，夫子啊，人这么多， 那怎么办呢？可是耶稣回答他们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。门徒有什么能力给他们吃呢？我们到哪里？所以门徒说，笑死人，我们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饼来喂饱5000人上万人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是的，这件事情的解决是神的大能，但是神教导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，门徒也必须回过头来问自己，我的责任，我应尽的责任是什么，我有没有做我该做的。所以当他们说我们没办法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去看一看啊，去看一看，不要什么都没看，什么都没做就说没办法，去看一看你们有什么。当他们去看一看，发现有5个饼，有2条鱼，虽然很有限，虽然无济于事，但是第一，耶稣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要去做你们该做的事。第二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去看一看有什么，即便我们的很有限。第三，耶稣在面对，让他们面对一个问题，虽然5个饼2个鱼，你们愿不愿意拿出来呢？你们愿不愿意给出来呢？我求神也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也常常是这样，主啊，我的身体有病了，主耶稣你可不可以救我？主啊，我的婚姻有难处，你可不可以救我？主耶稣，我的儿女不听话，你可不可以救我？但是主会不会也问我们说，我愿不愿意尽我当尽的本分呢？我的婚姻有问题，我愿不愿意改变我跟我丈夫说话的方式呢？我的儿女有问题，我愿不愿意改变我的教育孩子的态度呢？我的健康有问题，我愿不愿意改变少吃点肥肉多去运动呢？我愿不愿意尽我的本分做我该做的事呢？而不是把问题丢给神说，主啊，你看着办吧，我就是病了，你看着办吧，我婚姻就是这样，你看着办吧，我就是交不出贷款，主你看着办吧，我是交给你咯。但是我愿不愿意改变我花钱的态度呢？如果我不尽我的本分说，我改变，我不要一天到晚乱刷卡，刷爆了一堆的卡，然后说，主耶稣救我，主耶稣救我。主耶稣有能力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主耶稣也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做我该做的事。你也正在呼求神吗？主今天要不要也说，尽我的本分做我该做的事。上帝今天对你说话。
主做伙行，经过溪水爬山岭，有伊做我的牧者，什么代志拢免惊，无论是好也是苦。救我。